开幕了，由东京奥运选手卢彦勋、罗嘉玲以及虚拟人物新北女神一同点燃圣火，特别融入了电玩科技感，为全运会开幕典礼打造了全新的视听飨宴。 新北全运会的开幕演出由学生团体和表演艺术团队共同担纲，展现时尚、年轻化、在地化。歌手陈芳宇以温暖的歌声抚慰人心。 今年因为疫情动荡，主办单位特别安排由警消医护人员领会其进场，展现全民团结抗疫、守护台湾。重头戏全运会圣火由网球国手卢彦勋、冬奥跆拳道铜牌罗嘉玲一同点燃，全新打造的虚拟人物新北女神动画以及圣杯造型圣火台，内容融入电玩世界元素，展现独特的科技效果。 开幕典礼之后，也安排了精彩的新北全运之夜，象征新北动起来，邀请大家挺运动、挺新北，要让全台湾民众和新北市一同携手欢庆全运会。记者陈建安、黄晴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